就还有蟑螂。真的、哦、我看一下，拿起来看一下。哇，好大只的蜘蛛哦！好大只的蜘蛛，好小只的蟑螂。蟑螂在哪里啊？蟑螂我没看到哎。有啊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你养了蜘蛛跟蟑螂啊、哦？嗯。那你最喜欢蜘蛛还是喜欢蟑螂？我蟑螂。你喜欢蟑螂哦？嗯。为什么你喜欢蟑螂？因为蟑螂很可爱啊。那蜘蛛可不可爱？也可爱啊。蜘蛛也可爱啊、哦。是哦，那你知道蟑螂吃什么吗？知道。吃什么？虫。吃虫虫哦。嗯。蟑螂是吃我们吃剩的食物，那蜘蛛咧？嗯，吃虫。对，蜘蛛才是吃虫哦。蜘蛛的话，它会结网子，然后让那个虫虫啊跑到网子上面粘住了，然后就把它吃掉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带这个蜘蛛去外面吹风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去晒太阳。